看政府开出的教育支票一再贴票，全国教师会要号召全国基层的老师，伫九二八教师节迄天穿 T 恤还是黑衫，搭上大纸伫校园来发出无声的抗议，希望会使争取到合理的教育预算。政府乱搞，校园失火，爱是无价，代代有望。穿黑衫、手套、政府姓林老油的大纸，为全国每一个县市来的教师代表向政府抗议，为什么答应的教育证件无实现，亲像开巴拉票？我们没有标准答案，说一定要有多少的教育经费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你自己开出来的支票，你最起码一定要兑现。全教总指出，唔那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无实现，马总统空八年提出教育经费每一年增加240亿，以及小学每一班25人的证件嘛完全跳票，为着表达不满，九二八教师节迄一天，全国老师会伫咧学校做无声的抗议。我们没有护士，很多学校没有护士，没有干事，主计人事编制也都不够，这些都是老师兼的额外兼。哦，我们不断的去跟政府讲，他是说没钱，没钱，没钱。十年前，台湾外面老师去街下路游行，争取做工会跟纳税。十年了后，老师一旦做工会，嘛要开始纳税啊。今年九二八，老师爱展现团体力量，为争取合理的教育预算来拍拼。记者林秀新、纪平台北报道。